我不管你想要什么，跟我合作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请讲。我只要白娉婷死。据我所知，小王爷跟白娉婷是青梅竹马，到时候小王爷可不要手软啊。娘娘，夜黑风急，何暇为贵妃掌灯？放心吧，我自有安排。晕过去了，把他弄醒。是。镇北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说来你镇北王也是千金贵重之体，何苦在这里受罪呢？只要你早早交代谋害王子的罪行，我可以立刻叫人给你换一个舒适之处，不用在这里再受折磨。我要见陛下。陛下已将此事全权委托于我，你要说什么告诉我便是。狗，也配听我讲话吗？嗯，你，好你个猖狂的乱臣贼子！你仗着自己战功赫赫，便目无天子，狂妄成性。如今你谋害王子，犯下滔天罪行，你却没有悔恨之心。来人，在。给我狠狠地打！是，打，狠狠地打，一直打到他招认为止。王后驾到。陛下。王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哎，王后，你身子不好，这个时候你还行礼干什么？快快请起。陛下，臣妾有话要说。还请陛下让臣妾把话说完。你说。皇儿素云，臣妾痛心疾首，比谁都盼着能将凶手缉拿归案。可是细细想来，此事前后疑点重重，光凭一个良人派来的小太监，就指控镇北王与人合谋篡位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若换作是臣妾，想要算计对方，绝不会如此轻易，如此草率，还让人拿住了把柄。镇北王在战场上
尚能呼风唤雨，可在这后宫阴谋之中，又怎会黔驴技穷至此？陛下，此事万贯紧要，还请陛下慎重处理此事。王后，你这是要为楚北捷开脱吗？臣妾不是这个意思。陛下，臣妾只想找到真正杀害我儿的凶手。如若让真凶逍遥法外，误杀了良臣，只怕是中了奸臣的诡计。亲者痛，仇者快，寒了忠臣良将们的心，失了陛下，有得于天下的民心呐。王后，你痛失爱子，难道你不恨楚北捷吗？若是两位皇子还活着，楚北捷以后只能成为新朝中的旧臣。可如今朝野上下动荡不安，若是楚北捷站出来，凭着手中的权力，身上的军功，岂不是轻而易举颠覆我大晋朝纲？王后，你还要为他开脱吗？因为白嫔亭，楚北捷已经一再的忤逆圣意，他的心早已经不在大晋了。陛下，你可否再给北捷一个机会，让他好好解释一下？事到如今，臣妾……你还要为他求情吗？陛下，皇儿已逝，在这世上，北捷已是你唯一的血亲呐，难道你忘记了吗？王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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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啊！快来人，穿太医！王后，王后，你怎么样？陛下，千万不要被愤怒蒙蔽了心智啊！如今天下大乱，想看我朝内乱的，远远不只是大梁一家呀。王后，你身子不好，不宜劳心。这件事，本王心里有数。陛下。
儿臣以后该怎么做？楚瑜叩见陛下，叩见太后娘娘。是叫北杰吗？来，过来让哀家看看。 去吧，哀家看看。眉高眼宽，目光敏捷，真是好模样。陛下，这孩子饿了，带他去吃点东西吧。是母后。来，跟本王走。 别跪了，地上凉，快起来吧。楚瑜有罪，不敢起身。当年蒙太后相救，逃过殉葬，本该隐姓埋名，不再出现。但楚瑜不为族人所容，生活艰难，若是一个人，即便死了，也不敢再来打扰太后。可是北杰是司马家的孩子，楚瑜恳求太后开恩。 看在他血脉的份上，就收留他吧。来，快起来。这些年也是苦了你。当年，你是先皇钦点的陪葬人，直到你殉葬前，哀家才发现你身怀龙胎，冒险偷梁换柱，把你送回域外。 那之后，哀家也曾派人找过你，但那时你已经随族人迁徙，再无踪迹，探子也难以寻到。哀家本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，如今看到，可是这个孩子回来的，实在太不是时候了。 太后菩萨心肠，再造之恩，楚瑜永生难忘。来世愿做牛做马，太后求求您就收留这个孩子吧。收留他可以，但是你必须答应哀家两个条件。你若做不到，哀家便不能答应。楚瑜愿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第一，这个孩子不能姓司马。 也不能归入皇家族谱，但是哀家可以认他为养子，从此以后由我抚养他长大成人。只要他能好好活着，姓什么，凭太后做主。第二，这件事你必须要保守秘密。哀家当初放你回域外，本就没想让你再回来。哀家只有陛下一个儿子。 大晋也只认陛下一个天子。如今让哀家收留他，你必须让哀家放心。楚瑜，你明白吗？楚瑜明白，请太后放心。 娘，你今天真好看。北杰也很好看。小不点儿，要不要跟本王一起去放风筝呀？
好，等一下，娘，我们在外面玩，你给我们弹琴好不好？我娘弹琴特别好听。别废话了，赶紧走吧。好。母后，母后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北杰还是个孩子。这一切都是为了陛下。陛下新皇继位，朝野上下尚未稳定，此时多一个继承人，就多一份危险。权力的背后，怎可能没有鲜血的祭祀呢？就连这个孩子，哀家也觉得不该留下。母后，楚瑜已经死了，这个孩子不会有任何的威胁，求母后放过他。陛下，宅心仁厚，是胸怀天下之明主。这个孩子，陛下都舍不得杀，哀家又如何忍心呢？请陛下放心，哀家已经答应了楚瑜，在他死后会收养他。从此以后，哀家会悉心照料，让他在宫里长大，并成为武功盖世的一代名将，为陛下披荆斩棘，开疆拓土。这么多年来，本王一直都是重用你，信任你，从没怀疑过你。为什么从本王背后扎刀的是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臣妾听闻御书房招太医，误以为陛下龙体有恙，匆匆赶去，却看见陛下走出。臣妾想跟上来看看，可是陛下走得太快，臣妾实在是跟不上。陛下一路来到宗庙，臣妾不敢进入随便打扰，可又担心陛下的身体，一时不敢走开，所以只能守在门口了。来，难为你了。你怎么跑出来，鞋都没有穿呢？陛下恕罪。臣妾刚才听闻消息，担心陛下，出来着急忘了穿鞋，失了礼数。夏云儿，本王的身体好得很，不要瞎操心。可是陛下，臣妾刚才听得真切，陛下因为镇北王的事情，很是烦恼。此事陛下交给了我爹来处理，莫非我爹处理不当，让陛下烦心了？来，穿上吧。女孩子的脚啊，不能着凉。本王倒是喜欢光着脚走路。你爹做得很好，本王绝无怪罪他的意思，你放宽心。楚北杰如今已被那个女人迷得晕头转向，也是众人皆知的事实。但是，他毕竟是当世大将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本王不能杀他。臣妾总觉得冤有头债有主，白娉婷这个罪魁祸首不能放过。镇北王是不是清白，需要两个人对质。陛下。我爹从大梁打听到，白娉婷来健康城了。他还真敢来？为何不敢？陛下忘了，楚北杰现在身陷囹圄，离死不远了。贵妃的意思是？他是来救楚北杰的。禁军回去之后驻扎在城外50里，而大晋皇宫内也调派了数万的兵力。皇宫内放出消息说，明日5时将在皇宫内处斩楚北杰。处斩？正是。而且现在事情麻烦了，大晋王为了防止士兵动乱，调派了诸多兵力，可我们如今只带了120人，根本没办法突出重围，闯入皇宫去救人。消息可否属实？Thank you.
白姑娘。默然将军。真的是你。正是娉婷，我已在此等候将军多时了。白姑娘，不管你此次唤我到底有何用意，默然只想问一句，可是你派人下的毒？将军可听说明日午时之事？嗯。那我也不多说废话了，这里有一件事情非要将军帮忙不可。难道？我希望默然将军能助我闯宫，营救楚北界。抱歉，白姑娘，我不能。为什么？王爷临走的时候就告诫过全军将士，陛下是位明君，王爷自然会在陛下面前陈明一切，届时陛下自会还王爷清白。王爷是大晋的军人，没有王爷的军令，我不能擅离职守，陷王爷于万劫不复之地。还请姑娘不要擅自行动，现在城里上上下下都以为是白姑娘害死了两位王子，你若出现必定人人喊打，得而诛之，陛下更不会放过你。还请白姑娘三思，以免酿成大祸。我明白你们王爷的意思了，他是怕现在出兵逼宫会造成健康内乱，有人会坐收渔翁之利。白姑娘，还是请回吧，你是侵犯，现在的处境很危险。我又不是你们大晋的军人，我也信不过你们大晋的君王，所以我一定回去救他的。这白姑娘一定要扎结实了啊。长度就这么长啊！哎，是那边还有，你去把他们都砍来，然后两个削尖，严格按照图纸上画的下料。放心，去吧，去了。上将军，做竹园的材料已经全部齐了。白姑娘，白姑娘，竹园的零件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今天晚上就连夜安装。嗯，诸位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说实话呀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密的东西。白姑娘的设计真的是巧夺天工，嗯，有了这些竹渊，大事可成。就算是攻进森严，可是谁又能想到有天兵天将从天而降呢？明日计划取消，我没有接到援军。你不是去找了楚北捷的心腹楚默然吗？这事儿他不同意。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平日不是一直跟在镇北王左右，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，怎么到他主子落难了，他就不肯出手了呢？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母渊可以飞入王宫，却不能反向飞出。就算我们能救下楚北捷，杀了大晋君王，可我们也冲不出禁卫军的重重包围。强攻是下下之策。你们千里迢迢随我而来，我必须让你们活着回去。尤其是你，泽野，杨凤和孩子还在家里等着你。你想干什么？色的美，yeah。
水，风如泪，爱如悲，从不害怕梦退向谁，偏离后迂回，今生也把你我成像温柔一对。等等风景，等等来世的仓促，就是相识今生故，款款烟雨，款款乱红千秋，只与你朝朝暮暮。未知又何妨，再多一年，再多一眼，故事别搁浅，太多情节在你梦的那边，就这样一生流浪，一生徜徉，就如初阳，又是一张新的春光。陛下驾到！竟敢自投罗网！陛下，请容老臣立刻对他严刑审讯，命他务必供出杀害皇子的阴谋。想必他背后还有主使之人，今日正可一力肃清，以慰王子英年早逝的英灵啊！民女只身前来，手无兵刃，心无所藏，以报必死之心。纵是滔天罪孽，娉婷今日任由陛下千刀万剐，但只跪求陛下，或止于此，不要牵累忠良，否则昨日皇子之伤，他日必成灭族之祸。想必二位皇子在天之灵，也不愿见到社稷蒙尘，江山变色，否则定会哀悔骨立，痛断肝肠。你也知道哀悔骨立，痛断肝肠？陛下赏鞭，谢谢赏。
正是英主，胸怀天下，必不会因为一己儿女私恨而一味闭目塞听。若陛下愿意稍息雷霆之怒，听民女一言，民女即使堕入阿鼻地狱，也会生生世世为陛下和二位皇子祈福。将死之人，还敢与本王谈条件？见陛下。放心，今天你想见的人都能见到。来人，在，请镇北王沐浴更衣，即刻灭圣。是。